哎，那这个通知在哪儿发，在哪儿看啊？这个消息我还真不知道啊。哦，在官网啊，怪不得厉害，活捉隔壁同学一名啊。他不是学通信工程专业吧？那我就尿了。那以后整个赛场直接不用屏蔽器了。马都不要了，没有，我这是说的认真的。我有同学是通信工程专业的。哎呀，要捉我死马，但也捉不死啊。七六进一，这是准备怎么着？炮三平六，有可能啊。G9 平6，主播觉得去读末流985好，还是去读4-1线211，差别在哪儿啊？沙士不行，沙士它能电炮啊。打士。是，就这些学校没在我的这个。视线范围内啊，哎，随便走吧，下底炮。打枪，不是。不是他 G2 平8吗？G2 平8我砍底士，哎，随便走吧，怎么都赢了应其实感觉应该落象严谨一点啊。G2 平8了，那我就只能剁底士了。象退三还是要简明一点，因为我始终有剁底士啊，这样就不给他炮六平九的先手。
泡不要了，应该先泡六瓶酒，还能走走，点一浆，就给他点到三楼，下降，马酒精七再一浆，下的不太顽强啊，顽强一点还能再多抵抗一会儿。满意劲儿，其实还行啊，能走出满意劲儿。对面三块三啊，还行，下了。现在还绝杀不了，快绝杀了啊！不行，想赢点，赢得快点，还得用这个炮啊，炮八平六。算中等偏上水平，差不多。如果能有个夜六夜七，估计在有的单位应该是顶尖起水平了啊。彩炮不带浆。哎呀。明这今天这个弄完了，明天就得论剑了。明天论剑又是一场血雨腥风啊！